许多婆妈喜欢的八点棒泡仔生。其中的男星陈冠霖，因帅气的外形加上现实生活中的爱家好男人形象，成为许多观众理想型的白马王子，稳坐八点档的男主角一哥宝座。陈冠霖饰演的林志明与李艳饰演的吴佳云是一对恩爱夫妻，两人深受观众支持，相对的戏份也非常吃重。但可能是最近太热加上过度繁忙，陈冠霖近日在脸书自曝病倒了，让粉丝相当担心。18日陈冠霖在个人脸书分享吊点滴集字及貌似躺在病床休养的照片，还写下机器都会坏了，何况是人。从照片中可以看出陈冠霖神情有些憔悴，的确是需要好好休息一下。粉丝们也纷纷在底下留言叮咛，拍戏辛苦，要多补充水分，保重啊，没你我就弃剧了，多喝水，多吃维他命 C。 陈冠霖也很暖的顺便提醒大家注意防晒，多多喝水。接着逗趣的自嘲小心中暑，别跟这个人一样。以上图片取自脸书陈冠霖牛仔部落格。演员的生活真的很辛苦，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啊，也希望陈冠霖的身体赶紧好起来，为观众带来更多精湛的演出。如欲转贴本站文章，请标记本站网址。